回事，收球之后的刘基宏，哎呦，跳高线，对展荣很明确，对他有给的意见啊。变化球，侧步边的安打，这个安打球，哲轩通过了二垒，获得受益，过三垒球还在外接，帕钦狗啊，这代志真大条啊，对，哦，底下躲来躲去了，嗯。邱晨在外野的防守啊，终究是客队啊，就不像在角落的弹跳球，好像申浩伟那么样的清楚。哇，这跟一开始邱晨的预期完全不一样哦。嗯，跑到定点之后，其实球弹的角度反而变成要追这一颗球啊。对，你看安打是已经出现了，没有问题，但是打到角落之后，他的跑动，然后的。哲轩先起跑，绕过二垒到三垒，到这边都没有问题了。没想到看到三垒之后，居然要叫他一路冲回本垒，因为看到邱晨已经开始在追这颗球了。中前也上到三垒，